我们信和店手做料理的庄师傅庄永胜小庄师傅来给我们介绍好吃的料理哟，欢迎小庄师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小庄师傅呢是日本料理出身嘛，对不对？他要求就严的，很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要教我们简单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料理吗？可以，很方便。很方便，对。哦，太好了，不会就给你定位只要定定我的煮都会当，我的煮家会妈妈嘛，我在煮，我弄我在煮，就是跟他差几步无人家，对不？今天要教我们做的是这个妈妈最常吃的这个日式料理，要做什么？蟹肉玉子烧。玉子烧有秘诀哦，对不对？你有没有在家试过做玉子烧？我有，都失败。今天要好好来学学，到底中间的撇波是什么？没经困难了吼。没。哦，我平掉下，我在煮，进来哦。我们现在做玉子烧，好啊！这个你今天要用几颗蛋来做这个料理？八个蛋，八个蛋，对，一更吗？掉一更。哦，其实差不多，我背来那个白白，差不多不，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学这个酱油高汤要怎么调，你就可以做出那个道地的味道。是，我们丢。五个了，来六个了，六个了。数学不好，来点纯能量够。好，我们现在里面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颗，对，八颗蛋。哎，有没有比例啊？四比一。四比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四比一，就是我们的蛋是四，哦，然后我们的高汤是一，所以这几样能差不多五十 CC。这能差不多加起来是差不多四百 CC。四百。嘿。哦，那这样的话就要兑一百。一百 CC。哦，一百 CC 很好记啊，差不多一罐养乐多嘛，吼。欸、差不多，你没有在量的。一百 CC， 其实家里那个米杯也可以量，米杯也可以量，对，它有刻度，有刻度在。哦、好，四分之一就对了。这个四倍的蛋，一倍的高汤，高汤，对，吼吼吼，好。打到一半的同时，我按都来加高汤。哦，还要加高汤继续打？继续打。哦，对，来。你好险，你有讲，不然我会先过滤。你会先过滤？对啊。加下去一起打的过滤，哈。哦。这样比例才会对，对不对？对对对，对。哦，很甜呢。对，它甘甜，但是我们甘甜，但是咱但用的是一些比较比较胖的。这个酱除了做这，还可以做什么？正常的我们做多的话，用边黄豆。哦。因那人因那家厝的啊，那常常枵着的时候，有白饭我给你单对对上吃。啊，赞！好，等一下慢慢跟我们介绍可以做什么。好，我们一百 CC 就加下去。八颗蛋加一百 CC 的酱油高汤，等一下再来教大家酱油高汤怎么调。不过刚刚师傅，你会发现它是先倒进去再过滤，因为这样比例才完全是对的。对，完全会是对的。嗯。啊，万一过滤料可能少掉一点，那米够唔丢啊？丢啊。哦。所以。就是这种小地方的专家，比如说。来，我们就过滤。好。它过滤的时候需要汤匙还是什么吗？不用，就这样。不用，我们就这样搅一搅。那家里有打蛋器，也可以用打蛋器去打。哦，这样真的会残留一些，对不对？一定会。要有冰糖。对哦，一定有冰糖。原来哦，好吃在这种地方就是这个酱汁。但是呢，现在这个蛋呢也在慢慢滤当中。好险，刚刚是先放。你看，其实它剩下那个蛋清还蛮多的。哦，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就不用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倒到量杯里面。哦，还要再倒回量杯、啊。对，因为我们等一下煎蛋用量杯，我们比较好用。哦，较好倒。对，较好倒。现在就教一个撇步给你们。哦，好。对，我们现在在热锅的同时，嗯，我们不用用太大的火去热它。嗯，要这么多油、哦？等一下就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一个干性的纸巾。哦，我们把它折起来。嗯，好，这就是要教给大家的 paper。我们把纸巾放在我们的油里面泡。哦，我爱金贵。金贵以后，咱就来。哦，你安尼自己剃掉吗？对，安尼你看，安尼咱是咪步步一烟？哎，对对。第一次的用麦当安尼用，啊，简单够方便。哎，对对对对对，啊，你餐厅安尼。餐厅呢，一定要那用啊。哦。有啊。边边也要涂。对哦。好 ，OK， 来。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煎。我们边煎的时候，还是怕它会打不均匀。哦。怕被夹纹。
咱就搁再打一下，打一下，咱来卤两个。哦，好好好。哦，要铺满吗？要铺满，所以我们要摇晃它。哦，锅子去摇晃。这种有声嘞。有啊，一定有声。哦。来，我们今天的主角蟹肉。啊，那在家如果用不粘锅，可能更好用。对，那我们大概是到八分熟，我们蛋面大概八分熟。那我们今天蟹肉我们就不用剥丝啊，因为要剥丝也可以，剥丝就不方便去翻。哦，好。对，所以妈妈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就不要剥丝。好。哦，卷起来。哦，有没有？然后像这个有一些多余的。剥到中间，对不对？对，把这个我们就先。这个给我试吃。哦，这蛋卷的味道，对，很蛋卷的味道，嗯，就很像那个鸡蛋卷的味道。然后有时候大家会担心说，哎，我们煎起来怎么会，丑或是怎样，都不要担心，好香哦。等一下就给你配包，好，哦，再抹一次油，对，再抹油，先上面抹一下。啊，这不要紧吗？不要紧，免烦恼。哦，对，拢免烦恼，你免紧的。我通常这个时候就已经崩溃了。啊，没啦，那也崩溃。我今天这个就崩溃了。过来。咱两只直接发对。哦，要两边抹油啦！我以前没有抹这一次。哦，就想要抹一次。倒来以后，黑布来啊。好，捏起来。哦，要搓起来。搓起来，让它的蛋液可以流到前面。跑过去。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弄起来。哦，哎，真的哎，这个是要有人家教。对对对对对。蛋糕更加就要扛起来啊。对。这个就是要一次一次的好好的做就好了。然后一定要让它下去，这样它才能够包到第一层。对，它会跟上面的一起连在一起。哦，好香哦！啊，一样哦，我们就是一样到大概八分熟，我们再来翻面。所以中间如果蟹肉的话，其他东西也都可以，对不对？都可以。鳗鱼呀，鳗鱼啦，鸡肉啦，什么都可以。小孩子最爱肉松。啊，肉松。嗯，然后我们稍微这样的时候，你看这样很棒，所以我们关。